师慈悲，尊敬的雪梨净宗学会理事同仁慈悲，尊敬的诸位同修大德，大家上午好，阿弥陀佛。阿弥陀佛。啊，我们继续啊，同样的课题。 念佛事宜，我们昨天给大家提到了，我们这个法门易修，容易修学，容易在哪里呢？这几天下来，相信大家。 都非常清楚了，因为念佛啊，我们不必别的，所以在《大势字菩萨念佛汤念佛》啊这个通里头啊，给我们讲到了不假方便。 自得心开，什么叫不假方便呢？就是说明啊，我们念佛这个法门不需要再借其他的来加修了。 我们这个法门容易，因为一句阿弥陀佛罢了，所以啊，我们老和尚啊给我们说了，如果我们想在念佛成就的话，必须居足三个不。 不要的不哦，三个不。第一个叫什么不？不夹杂。不夹杂就代表我们不要再加修其他的了。譬如说，我们念佛觉得很不够，我还要做些什么？那就是夹杂。我觉得我念佛。 还不够力量，我还要去做些啥？这就是家杂。俗不知道啊？我们为什么念佛没有力？我们念佛没有效果？我们念佛啊，看不到显着的。 改变？为什么？因为我们念佛啊，本身的这个功夫啊，不得力呀、啊。所以我们念佛，打从第一天就给诸位说了，不要小看这个念佛、哦。 虽然这几天下来一直强调“一修一行”，容易的“易”啊，“易修一行”简单、直截了当、非常方便，但是也是一门大学问。所以呀、啊，不懂得念的人。 就如同祖师大德给我们讲的，念了一辈子，修了一辈子，到最后喊破喉咙也枉然，因为只有口，不懂得如何用心，哎，所以我们念佛啊，不要小看。 为什么在《诸经论》里头给我们介绍西方极乐世界，给我们介绍这个念佛法门，给我们介绍净土法门，称之为最捷径、最容易、最方便、最简单呢？因为。 跟其他八万四千法门相比之下，是最简单啦，最容易啦。啊，今天我们在雪梨镜中学会，所以都是夹紧人啊，自己人哈，我们把门关上了哈，所以可以说一些比较直接的话。 如果你在净土法门、念佛法门成就不了，你想去学其他的哈、哦，不可能的事啦，没有这一个理由啦。哎，这个是直接讲了哦，因为我们自己人呐，啊,啊，我有一些真的念佛念了两年、三年的以后啊，他讲，哎呀，念佛我才刚。 不管用，啊念佛不管用，所以呢，啊跑去参禅，参禅呐、啊，过个禅，啊更加死了，更加惨呐！你想要成就，门的美，我们讲，哎，我们念佛这么容易了，你不会还不懂，哎，还不能够有效果成就，因为没有功夫。 啊，所以你想去其他的来修学啊，不可能。所以呀、啊，这一个念佛法门是释迦牟尼佛特地为我们末法众生，这个时代修学佛法的人而开设的。他知道我们这一段时间呐、啊，没有老师在了，老师的学生也走了。 啊，我们现在是什么啊？广东话讲的“满头乌烟”，啊，我们就这样，嗯嗯嗯嗯嗯嗯嗯，创来创去，不知道创哪里。哎，我们修学就是这样，啊，所以啊，非常重要啊。所以今天啊，关上门才讲啊，哈，啊，忘记有直播，哎，啊，原来还、啊、还外面还有很多人在看，哎，哎，真的。 没骗大家，所以这个容易其实不容易，它还是有大学问在里头，啊，所以我们为什么我们念了一辈子啊，我们没有效果，没有成就，没有成绩，啊，问题出现在哪里呢？就是因为我们做不到三个不，你看这个就是学问啊。 你念佛，你要记住这些条件啊。哎，有没有不夹杂？啊，我们很多时候啊，我们呐、啊、念佛啊不老实，所以我们讲啊，如果你真正能够成就，为什么以前十几、二十年前、六十年前啊，印光大师那个时代的人啊，我们修学这个净土法门，万修万人去。 善导大师说的，哎，但是现在为什么一万个只有一两个？那少了这么多啊，简直离谱！我讲的，哎，真的很太离谱了，一万个念佛只有一两个。所以啊，墨学常常在寺院里面啊，跟我的同修说啊，他讲啊，哎哟，你看我们中马区办的这一个万人法会啊。 我们每一年会办一次，啊，莫学就说了，如果来参与的人这个一万个啊，通通往生啊，马来西亚出名了，对不？对不对？哎，你看，太难能可贵了，来参与这一场三十信年的人，个个成就嘞，啊，可能啊，我们以后啊，就会在净土经论里头啊。 有 record，哎，有记录了。马来西亚，你看一万个、万多个来参与这个三十系列，成就了，但是什么消息也没有。就如同李老师给我们讲的，该怎么生死，还是怎么生死；该怎么轮回，还是怎么轮回。哎，所以，我们念佛哈。 参加这三十系念，如果将三十系念当成忏仪，啊，就是金忏佛事，把它当成是法会，那我们也在做夹杂。夹杂的意义含义在哪里呢？ 就是耽误了我们念佛，这就叫夹杂啊！因为你要兼嘛，你要做多样东西嘛，你肯定会将这个念佛先放下嘛啊！如果有这样呢，这也是夹杂了。我们参加三世七念啊，殊不知道啊，我常常给同修说的。 三十系念，为什么我们老和尚提倡？就是因为《中风国师》里头的开示啊，把整个念佛法门的这个概要、重点，全部指出来了。我们参加一次三十系念，就是提醒我们一次该怎么用功，该怎么努力，该怎么来修。 来念这一句阿弥陀佛的，啊！所以啊，我们前几堂课不是给诸位说了，不要来参加三十信念，是因为我要超度我的阿公，我要超度我的阿妈，超度已故等等某某王亲。最重要的不是他们。 最重要的是超度自己啦，所 <laughs> 我们来参加。所以三十四念跟其他的忏仪、忏法啊这些精忏不一样的地方在哪里呢？三十四念有开始，有白文啊，有奖金的哦。你看他一场下来啊。 东风禅师的这一些开示就在讲经啊，就来给我们诉说啊念佛的道理呀、啊、方法、原理、原则啊。哎，所以我们三十系列呢，也是在听经闻法啦。啊，真正要超度的是超度自己，什么意思是超度自己呢？ 提升自己，我们看能不能做一场三十七年以后啊，我们像婆罗门女一样，从凡夫地提升到做菩萨啦。如果真的我们有这个能力，告诉诸位，我们已故王亲啊，我们阿公阿妈啦、爸爸啦、啊妈妈啦等等，是不是不用愁啦？ 他们肯定超生，哎，所以这个有一个梗哦。我们在马来西亚讲的时候呢，应该大家都会笑得很开心啊。但是在这边我不晓得你会不会，哎，怎么呢？因为这边感受不到哦，哎。我们马来西亚不是有那一些头衔吗？被封，哎，前阵子。 不是给诸位讲了吗？有拿督，哎，有丹斯里等等的这一些。你看，当你被封拿督的时候，你妈妈叫什么？你妈妈就是拿督妈。你看啊，有有没有反应？啊，没有反应哦，是因为你们不知道我们马来西亚哦有一个什么名叫拿督妈、拿督公啊、拿督公啦啊,啊，这个是马来人的。 啊，对我们很有这个贡献，所以我们华人也有人在供奉，哎，纪念他，哎，所以你看你的爸爸就叫哪都公啦、啊，哎，你看你马上就提升了，啊，所以我们成菩萨了，我们的父母、我们的阿公、我们的阿妈就是菩萨的阿公、菩萨的阿妈嘞。 所以呢，他马上就能够到刀利天去，提升了，这叫超度了，啊！如果一场三十四年下来，我们什么都没有，可想而知，我们的这一些已故的王亲啊，有没有真的被超度到啊？哈密门伯，什么也没有，哎。 所以我们要知道啊，我们要明白呀、啊，我们要清楚啊，哎，我们学佛了，佛是什么？教我们破迷开悟的，哎，破迷的，不是教我们在继续迷信啊。而我们知道有超度这一回事，哎，我们要知道超度的真实的。 原理原则啊，我们老和尚也有曾经说过讲过啊，也有留下这一个光碟、啊、大家都可以去学习去明白超度的真实原理原则。哎，所以啊，我们不要再进入佛教了以后啊，继续迷惑颠倒。 这样我们在佛门里面呢、啊，告诉诸位，没有任何意义，哎，真的没有任何意义。所以墨学讲说，我讲过啦，啊，我我叫叛啦，哎，我真的是很坏蛋的，哎，那我的嘴是很犀利的，啊，很尖锐的，很会刺伤人家心的，哎，如果你来你要搞迷的，我叫你回家。 回家哦哦，更好，不用来这一边。为什么呢？你看，你来这一边啊，你念佛共修啊。你看，你用常住的，你来这一边不但修不到任何的福功德，反而怎样呢？还损掉了。所以我常常跟我们的义工说啊，佛门。 你要修福报，要修功德，非常容易；但是你要损福，啊、呃，你要造业，更加容易。一念之差，你就做错了。所以，为什么来佛门呢、啊？本来是好好的学佛了，来到佛门之后，越修越学越衰。 越潦倒，对吗？为什么？因为你不单单只是把没有修到福啊，你还折损啊，所以你的这个果报现前啊，你会觉得做孽安呢？为什么会是这样？哎，你看他修修修做 mercy s 我修修修。 从车变卡拉奇啊，这是什么卡拉奇 b i c y c l e 你看，为什么？所以我们来到这边呢、啊，我为什么这么讲呢？赶大家回去。如果你真的不要修，不要学好来的，啊，你要来趁热闹的，你要来串闷子的，你不用来。你来在这边，你还损你自己福报。啊，诸位在座诸位 我们今天坐在这一边啊，每一分每一秒都在花钱啊，常住在给啊。你坐在这边就不用给钱吗？要啊，嗯、呃，都要租金的啊。等一下我们诶，听完课了之后出去啊，马上就怎么样了啊？有的慢慢聊。 对吗？有的吃了哦。你看，我们在这边坐着，有多少人在厨房里面为我们在忙？我们是不是他们在种福田？我们就在这边，得亮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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好像克里迪这样子，一直出。哎，如果我们不是真用功，我们不是真来学。 不用来啦！而等一下我被李四哈、哦、抓来质问，周末你赶我的信徒？哦 <laughs>、oh,，我不是赶啊，这是说实话，大家要明白啊，不然呢，哎，我们等下到最后啊，这一些得不到利益的同修啊，他不是怪你哦，他还是不明白哦，他怪谁？ 他怪阿弥陀佛啊，他怪观音菩萨、啊，为什么不灵？为什么没有眼镜啊？对不对啊？如果老花了，就戴一个眼镜啦，对不对？哎，你看，哎，真的，很多人修到最后，所以我也听说过啦。我不晓得这一边有没有听说过这一句话。 阿弥陀佛已经过时了，没有听过啊？我们马来西亚很盛行哎，啊、呃，真的啊，就、呃、常常听到这一句话。谁讲的？其他派系的，他讲：哎呀，以前你看圣导大师那个时代念佛就可以啦，现在不能了，因为上那一个时代万修万人去啊、呃，你看。 慧远大师一百二十三位上山，哎，在慧远大师的道场里面共修念佛的啊，这个我们叫东林念佛堂啊，很出名。哎，你看一百二十三位，通通往生呢，啊，这个就证明了万修万人去，一百个修一百个去，两百个就两百个去，哎。 但是我们现在啊，很多人在道场里面啊，走的走，去的去，但是往生的没两个啊，没有没有几人啊。我们雪梨净中学会办下来了多少年头了？有没有做过 farewell party？什么叫 farewell party？知道吗？要往生的时候，叫大家来，我请客。 给大家请客，开一个八地了之后，住住那边。撒友那娜，阿弥陀佛来了，我走了，有吗？我的道场也没有了。<laughs> 哎呦，你看多少年了？哎，啊，墨学的道场成立至今啊，应该十五十六年了，啊，都十多年了。没,几年没有一位，哎。 所以呢，我们那一边呢、啊，很盛行说啊，阿弥陀佛已经过时了，释迦牟尼佛也过时了，啊，这个是别的宗派的，啊，应该也不是佛教哦，不是佛教，这个是宗教，其他宗教讲的，啊，他因为他要拉信徒啊，他讲现在啊，是弥勒菩萨的年代了，哎，所以。 说的对吗？不是，是因为我们现在的人，我们佛弟子修学佛法，没有深入经藏了，没有依据经典来学了。现在我们学的是什么呢？我们是依人没依法，我们跟着这个师父，跟着那一个师父。 告诉你，靠人，人会走的啊；靠山，山会倒的啊。所以不要靠任何人，经典最为重要。我们学佛就是经典，没有经典就没有佛了，没有佛法，没有佛教，通通都没了。所以为什么我们，你看学佛一定要皈依三宝？三宝：佛法、僧。 现在末法时期，最为重要的就是法。哎，我们要依据经典呐，啊！但是我们现在学佛的人有几位？哎，真真一直不断的在研究佛陀给我们的教诲呢，没两个了。啊，我们东听一点，西听一点。 啊，所以前几堂课不是给诸位说吗？我们同学啊，不敢跟莫学讲，哎，师傅，师傅，有某某法师讲哦，哦，给我听到这个我就啪啊！你看我很凶的啊，啪！依法不依人。你要跟我报告之前呢，你先去查《大藏经》，里面有没有写啊？你不要来跟我讲某某法师讲这样才对。 哎，什么依据啊？所以有一些人来啊，他讲师傅，师傅，哎，我们念阿弥陀佛的，一定要加念往生咒，一天一定要念一百零八遍，来消我们。哎，这个是不是家杂？是不是家杂念咒呢？也是告诉大家。 能真正带我们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，没有别的，记得没有别的，这个是经典里面已经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告诉我们了。一项专念，就只有阿弥陀佛这四字红名罢了。 所以啊，我们这个《无量寿经》也好，什么《观无量寿佛经》、《阿弥陀经》等等的，乃至我们讲了往生咒很短嘛，哈。那么阿弥陀佛也听了这咒也哇很短呐，哈。告诉诸位，往生用得上吗？依旧用不到，不能给我们往生。所以啊，莫学在。 第一堂课就给诸位说了，我们五经一论，无论是《无量寿经》《阿弥陀经》《观无量寿佛经》《普贤菩萨恨愿评、华严经》里头的，或者是《楞严经》里面的大四字不差念佛言通章，跟诸位说，这一些都是什么？阿弥陀佛这四字红名的说明书罢了。 他来介绍，来教导我们怎么念这一句“阿弥陀佛”，就是这样罢了。所以有没有人能够往生的时候来？我要往生的时候，我要读一部《无量寿经》才走？这个是头脑有问题啊！你想想看，你躺在那边昏，奄奄一息，上气也接不到下气了，你还在那边佛说。 那成，我连没还能够念吗？不可能啦！所以我们最后的那一念哦，是最为要紧的。最后一念，你能念整部的《无量寿经》吗？念不了，来不及了。往生咒能念到吗？也念不到。唯有一线希望，就是那四字“阿弥陀佛”。 阿弥，系起来，陀佛，呼、啊、对不对？哎，你看，就这么简单。但是有人会念吗？不懂。所以我常也给诸位说过的一个故事哈，就是那一只刀子，哎，放在我们脖子上啊，就忘得一干二净啦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忐忑，因为恐惧。 因为害怕，瞬间忘了，连这四个字这么简单的，你都把它忘了，不不能放在我们心上啊！更何况是这一个大经大论大不住。啊、呃？有没有一只脖子放在这个刀子放在脖子的时候，你还在那边南无阿弥陀佛，耶多他揭哆耶多地耶他？ 还有撒婆诃，能吗？想想看，哎，这个不可能啦、啊。所以啊，我们就要把这个念佛真真搞清楚啊，不然我们一辈子的修学啊，我们等我们临命终的时候，这个是我常常讲的，跟我同修同修们讲的，哎。 不要等我们最后那一刹那一断了以后，我们见到是吉米翁，那惨了，你后悔也都来不及了。哎，我们看到啊，阎罗王来不是阿弥陀佛来啊，你看，糟糕，啊，那我们后悔来不及了，哎，所以啊，不要不要等到那个时候。 所以，为什么我们老和尚一直讲经，一直讲经呢？就是要给把这个事情搞清楚先，先搞清楚了，我们来念呢。告诉你，我们心里踏实，我们知道要怎么念，我们要知道我们怎么用功。不会，我们念念一下觉得很虚，啊，那念念一下好像觉得没有东西，哎，不会。 在我们念佛法门里面呢、啊，我们要修学的啊，太多东西了，我们要去 fulfill 的 requirement 太多了。哎，我们一定要好好的啊来学啊。所以现在要讲的依法哦，哎，不要依人。哎，我们现在末法众生就是依人不依法。 我们不听佛讲的了，哎，所以我们修一辈子啊，在佛门里面打转，转不出一个所以然，啊，我们转来转去，转来转去，还是转在什么呀？六道轮回里面，啊，这个太冤枉了，所以啊，这个一行一修。 是跟其他法门相比之下，啊，我们自己这个念佛呢，就这四个字，大势至菩萨也给我们讲了，不假方便，不用假借其他的方法，啊，便利了，不用啦，不需要。 我们就这四句给他念好来。第一个，不就是不夹杂，不假方便也是告诉我们不夹杂啊。第二个呢，不怀疑，哎，我们不能够怀疑，怀疑什么？有一些人他讲我没有啊，我知道啊，阿弥陀佛有啊，但是他怀疑自己。 哎呀，我业障深重，我能成佛吗？我能去得了西方极乐世界吗？这也是怀疑。不要怀疑，我们人人啊，佛陀都告诉我们了：每一个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德相，每一位众生都能成佛。 因为它本来就是佛，每一个哦，包括蚊虫、蚂蚁哦，哎，都有佛性，所以我们自己本来就有了。但是后面那一句很重要，很多的学佛人、念佛人啊，我常讲的，不学还好，学了正更糟糕。 什么糟糕呢？为什么我们不能够显露出来我们的这一个如来智慧德相呢？但因什么妄想分别执着而不能挣得，就是因为我们有妄想。什么叫妄想？没有活在当下。所以我们念佛啊，告诉诸位。 都是跟着佛陀的教导，点点滴滴哦。哎，我们念佛人需不需要活在当下？很需要啊！我们不要再胡思乱想了。我们念佛人有没有分别呢？不要再分别了。所以我刚才为什么说你不学佛、你不念佛还好，你念佛了，你更加分别。尤其今天听到了。 法师这么讲啊，师傅跟你讲啊，你看八万四千法门，如果你在念佛修不到，你去其他法门肯定不能。你你走出去的时候，你就看到哦，修密的，哎呀，你不能成就的啦。哇、哦，这个就是分别，能吗？不能，因为各个众生的这一个众生的根器不一样啊。 人家的 level 不同啊，可能这位来修密的这位同学啊，他已经在娑婆世界啊成就了他四十多个位次的菩萨街嘞，菩萨街位了嘞。你怎么知道？你没有慧眼啊，看不到啊。他今生今世就是学这个密，能够让他。 登上佛果，这个是他的因缘，因为八万四千法门，释迦牟尼佛说法教导是对各个不同根器众生而讲的，对不同 level 的众生，譬如说，啊、呃，我们不要讲什么，我们讲哎，众生的这些根器怎么了解呢？就像我们从小到大一样啊。 什么叫从小到大？你看，我们跟小孩子哦，啊，小孩子讲要讲小孩话，哎，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啦。那我们马来西亚都比较淳朴，都是这样。哎，小孩子要上洗手间哦，我们就会直接问他，哎，要嘘嘘呀，嘘嘘。你看，我们讲嘘嘘的，对不对？讲这些话，你会不会跟一个大人或者跟你的老板，哎，老板，sorry 啊。 I want go to 徐徐，<laughs> 会不会讲呢？不可能了吗？这个就是 level 的关系，知道吗？哎，释迦牟尼佛给我们讲的都是同样的，都是成佛，都同样的知识，只是他用讲的方式方法不同，教导不一样。现在懂了吗？ 所以啊，为什么人家讲啊，法法平等，无有高下？哎，所以我们出去，我们念佛了，我们学佛了，我们不要瞧不起其他的，不要排斥其他的，这样我们也成就不了，我们永远见不了性。哎，这还有一样东西叫执着，学佛了，就是要学着放下执着。 不是教你越学越执着。世界上没有一样东西是真的，真真真真真哇！你还叫叫讲几次真哦？不是口吃，你知道吗？是 n times，n times 的真，哎，真的啊，没有假的哦，没有一样是绝对的对，也没有一样事情是绝对的错。 不要常常来问师傅，师傅，这样我做对吗？啊，不要问对与错，只要我们有对与错，我们就进入了贱货里面的边界。边界就是看看什么，他的角角度而已。哎，你看你脚罢了一边一方面，肯定有对与错。 但是我们学佛了，我们要知道，我们要放下这个执着，没有绝对的对，也没有绝对的错。所以老和尚教我们很高明啊。当时啊，墨学听到老和尚讲这句话的时候啊，真的整个头脑 blank 掉，空掉呢，真的呢，啊，呃、啊，老师傅告诉我们什么？ 人家对的就是对，人家错的也是对、哦，对不对？哦，什么叫人家错也对？啊，你看，所以我们要知道啊，没有绝对的对，只是角度立场不一样不同。所以我们俗话也有告诉我们，但是我们没有真正通达，所以我们领不到。 哎，我们连接不到。有没有听过一句话：“可恶之人必有可怜之处。”他也有他可爱的一面。所以，再坏蛋的、忤逆不舍的这一些坏蛋，他都有什么佛性、佛心？所以，你可以讲他是坏人吗？不可以哦。 等下，他成佛比你快哦。哎，你看，我们曾经看过啊，哎，这个这一些往生记录啊、记载啊，很多作奸犯科的在牢狱里面的念佛了之后，上这一个刑罚的时候往生了，哎，出烧出来还有舍利子呢。我们呢？ 每天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。每天不是阿弥陀佛啊，我们就是每天在那边，我要分别，我要执着，我要妄想，哎，所以我们怎么成就？样子罢了。所以为什么我们老和尚常常在讲席当中教我们啊，跟我们讲啊，提醒我们啊，佛教佛法重实质，不重形式。 第一堂课也给诸位说了，我们现在很多人啊，我们很排斥，好像譬如来当法器的年轻人，为什么我们佛教里面的年轻人很少？因为啊，我们很爱讲。如果一个一位哈、啊、来当法器、来当威罗的，他的头发是 gold，gold Gold color，你能接受吗？告诉诸位，我们要能接受啊。 啊、还是啊，男生他是绑起来的，你能接受吗？哎，我的师者曾经哦，也是有绑哦。我绑的时候啊，我身边的这一些同修、安弟，每一天在我旁边我 complain：“ 哦、哎、哟，做师者、做师父旁边的人，那你可以绑头发这种 bad 等啊！”你看，我每天都接受到这种。 所以我们你看是不是执着？哎，我们不了不了解吗？个人有个人的因缘，个人有个人的。为什么其他的宗教？哎，这个也是啊。他们年轻人啊，这个大专的时候啊，去给讲座，他们给给的回馈。他讲为什么其他的宗教这么多活跃的青少年？因为他们能够接受各式各样各类的，他们能够包容。 反而我们佛教心胸狭窄，我们只接受一种跟我们同类白凳的人罢了。哎，如果他背着一把吉他要走进来，no，你一定要拿引磬，对不对？大概啦，哎，我们就是这样。所以我们在马来西亚这个马佛青，马来西亚佛教青年总会，啊。 现在他们呢、啊，都是背着吉他，拿着这个啊钢琴，哎，到处巡回，啊，去接受更多这一些年轻人，哎，所以不要死在一个方向，没有绝对的对，也没有绝对的错，要记得，所以我们不要学佛了，念佛了以后啊，我们。 比没学佛、没念佛之前更多的执着，我们来学佛，提醒自己是要放下执着的。啊，很多东西我们没学佛之前我们看不顺眼，我们学佛过后要看得过去。所以啊，佛不是告诉我们了吗？佛度有缘人。 个人因果，个人负责。我们要看得开一点。每一个人学佛，每一个人的因缘都不一样，每一个人的入门，每一个人的接引都不同。你看，我们学佛也是啊，好多人不一样的啊、呃。尤其我们在这个净中学会里面的，来到净中学会的，你看，有一些是为共修来的，念阿弥陀佛来的；有一些人是为三十信念来的。 因为三四纪呢，哇，他的古就好听啊，很好听，哎，然后有一些人来到这边是，因为晋中学会有奖金教学，所以在我们墨学的道场也是啊，听经的也有一般人，做法会也有一般人，哎，有一些是做法会才来的，有一些是听经才来的，你看不同的管道接引大众。 哎、欸，所以他进来了，听了若干年后呢，就不会去执着了，啊，慢慢听明白了，他就不会，嗯，我一定要听净我才来念佛，我不来没有了，哎、欸，所以就慢慢慢慢的感化，啊，教化，这就是佛教啦，哎、欸，所以要学着放下执着。 不要学佛，越学越执着，哎，戒律也没有教我们执着哦，啊，学戒啊，老和尚给我们讲的戒律是活活泼泼的，啊，而不是死在字条文字上的。如果字条文字上的呢，那是什么呢？ 那就是我们现在的法律啦，啊，我们法律才有 according to 的啊，这个第两百五十八条第二 b 啊，他讲什么没有的，我们佛教没有的，所以总大的原则，你看昨天不是给诸位说了吗？整个戒律里面教我们什么而已，诸恶。 莫做众善奉行，后面还有一句很重要的，自尽其意，这才重点。哎，我们诸恶莫作，众善奉行还不够哦，这只是什么人天福报罢了。造恶，你就会堕三恶道。 你造善，你就会去三善道，哎，恶道就是地狱、二鬼、畜生。啊，你造善呢，你可以到天、人、修罗，哎，你还是出不了六道轮回哦。重点就要自尽其意，就是你的心啦、啊。 意念呐，啊，我们讲心，现在的年轻人，你讲心，他 feel 不到，感受不到，就是你的 mind，就是你的思想啦，哎，这个最为重要，哎，这就是佛教啦，哎，这整个佛教就是讲这个装饰，哎，我们念佛也不外乎这一装饰。 哎，我们也需要诸恶莫作，众善奉行，然后自净其意。啊，我们用的方法怎么来自净其意呢？听经念佛。哎，听经就是让我们更了解、更明白，啊，更清楚。然后，进而呢，我们念佛呢，只要你念佛，告诉诸位。 我们做错，哎，就减少了啊？有没有人？有没有啊？我不知道啊，有没有啊？去钓鱼啊？这边有没有钓鱼？哦，不杀生了嘛？哈，没有啦、啊，家里面呐、啊，或者以前啊，没有学佛之前去钓鱼哦，是念阿弥陀佛的，都不敢，对不对？ 所以有人来问啊，他很惭愧，很内疚，他就来问师傅：“师傅，你叫我们哦，最后一个步哦，哎，我讲最后一个步了嘛？”所以讲到这个故事，最后一个步是什么？不间断。哎，所以不间断，为什么我们老和尚教我们十念法，一天从早到晚，我们至少念九次嘛？ 每一次十句而已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啊！所以这就是叫做不间断，要不断不断的一直在提醒自己要念佛，哎，所以有一些人啊，我们啊，你看十念法里面不是叫我们用餐之时啊，还没有用餐之前呢、啊，我们要念十声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对吗？哎，我们在念，所以有一些是，哎呀，师父，我还没有如数哦。 那个条鱼在前面，我可以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可以吗？要不要啊？要。我们念佛了，还没有吃素的，我们还是要念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。念到有一天，你真的惭愧到吃不下去，very good，不敢再吃了。好，哎。 如果你念念念到变 g 兰，啊，这个 g 兰知道了哈，起茧，啊、呃，麻木了，啊，这个没有用啊。所以我们念这个佛，是要让我们呐、啊、自尽其很多不好的想法念头都不敢起。我们有在念佛的时候。 啊、这个也是中风禅师在开示里面给我们讲到的，须臾被念佛之心，刹那即结业之所。你看《三十信念》多好啊！里面的开示，中风禅师啊，是我们学术界这一些文笔上啊出了名的啊。 所以他的文章是太好了，啊，他的诗句啊，都是广东话冇得顶。哎，真的有中文系的就知道了，啊，他们都会拿中风禅师的这一些诗句来研究哦，啊，他们是什么五句啊、七句啊、对呀、啊，哎，怎么怎样啊，哎，这样子，啊，目前有学生啊读中文系的跟我讲的。 他讲有好料哈，好料，嗯，very good。所以啊，不简单。所以你看，我们做了几场的三十系念啊，我们真的有明白到这个道理吗？还来问师父，哎，我要不要念？如果我吃荤的，难道我们吃荤，我们就能够被念佛之心了吗？ 啊，我们的心就不要有阿弥陀佛了吗？很多人哦，吃鱼吃鱼吃鱼吃着就断腰了，知道吗？怎么叫断腰？嗯，因为那个鱼刺啊，鱼的骨啊，啊走了，咚咚，哔啵哔啵，又来了，嗯，就塞腰难了，就这样子啦。 所以你想，需不需要念？同样要念，哎，我们还是要念。然后刚好提到哈，茹素这个问题，我们念佛人是不是真的需要儒术啊，儒术就是吃素啦，哎。 是不是真的？每一个人一定要吃素？哎，告诉诸位，啊，今天听了这个哦，应该大家没吃素的嘞，心里面哈、啊，释迦牟尼佛制定戒律，乃至于我们比丘、比丘尼戒里头都没有明文规定。 我们要吃素，没有这一条啊，所以有没有 happy？哦，这个师傅，我每次都是讲真话的哦，这个是实话啊，有就有，没有就没有，不要骗人，哎，真的没有，没有写吃素在里头。 我们五经一论里面有没有告诉我们一定要吃素才能往生？有还是没有？也没有，也没有哦。所以，如果我常常跟这一些大众说，跟我们的同修讲，如果你吃素、吃素、吃素，在吃素，你很执着吃素。 啊，你吃到很干净、很清洁、很好，你能肯定往生吗？不一定哦。如果说吃素就能往生，那好了啦。哎，我们的牛、羊、大象、猴子，通通可以往生，因为他们是。 草食动物，牛牛能不能往生啊？吃一辈子，他吃素的呢？你讲吃素就能往生，能不能啊？不能啊！所以刚才也跟诸位说了，唯有四字红名阿弥陀佛才能给我们往生，不是吃素不吃素这一些东西，不是，哎。 所以大家有没有觉得，哎呀，师父在，<laughs> 哦，师父讲人话了，好像头一次听到第一个法师是这样讲的哦。所以我常常讲啊，很多惊喜的，啊、呃，我们在学佛的当下，佛是永远学不完的，哎，所以我们不执着这一点哦。 真的不执着这一点，吃素为了吃素，有一些为了吃素啊，全家闹翻的，哎，搞得关系都不好不和的，哎，没有这个必要哦，没有这个必要，哎，然后再话说回来啊，哦、你有话说回来，一下子做好人啊，一下子又变坏人了，哎。哎 但是，哦，有但是哈，吃素不一定往生，但是不吃素很难往生，不吃很难。为什么？为什么说很难往生呢？ 我们吃素哦，我们是不杀生、不动众生肉。如果我们念佛，我们想往生西方极乐世界，我们想在我们临命终的时候不要这么多的障碍。告诉诸位，冤亲债主都从我们口来哦，哎，除了吃。 我们说话也是会惹冤亲债主，所以我的冤亲债主很多，因为我这把口，哎，哎，讲总是不爱听的话，对不对？哎，所以你看，都是口惹的祸哦，哎，所以啊，你看，我们要明白吃素的道理在哪里？我们念佛，我们吃素是因为。 不要再跟任何众生结冤仇，我们已经是一摞摞这么多的冤亲债主了。啊，墨学的有一个道场是在巴生，马来西亚的圣淘沙。啊，我常常在那边讲经的时候啊，那一、个、次是我们的教学中心。哎，我们讲经都是在那一边。 哎，我常常打个比方啊，我们冤亲债主有多少呢？就是从把生圣淘沙排队排到新加坡圣淘沙，每一个人在 get number 拿号码排队来报仇，这么多了啦！如果我们学佛了，我们明白了，我们还继续在跟众生结冤仇。你吃人家八半斤啊，你要还人家八两的啊！ 因果都一样的，跑不掉的。所以吃素不一定往生，不吃素很难往生。你临命终的时候，你的业障现前，冤亲债主找上门来，阻止你，来破坏你。那我们没有办法哦，因为阿弥陀佛都没有办法的，因为。 个人因果，个人负责啊！个人吃饭是个人保的啊！阿弥陀佛不是黑社会大歹楼哦，啊，他不是来要，哎，白好名额嘞，嗯，不会哦，不，不是这样的哦，哎，我们要知道哦，阿弥陀佛是讲道理的啊，你欠多少，阿弥陀佛就讲，哎呀。 你要该还的去还，哎，都是如此，哎，所以呀、啊，要不要吃素呢？讲到完哦，师父玩我了。哎呀，前面又讲不一定哦，不用哦，哎，大家去明白道理啦，哎，我们吃素的主要目的在哪里？所以我们学佛，我们做任何东西不要迷。 我们一定要怎么样把它打开出来啊？追根到底，哎，去理解去明白啊！我们做起来呢，告诉大家，理得心安。我们做做了，我们就不会在那边，是不是这样啊？要不要啊？就不会了。哎，我们就很坦然的，我们就去接受去做了。哎，然后。 如数告诉诸位，啊，主要重要的就是不跟众生结冤仇，所以我们不要动众生的肉就好了。哎，我们也不要执着。有一些人真的很执着，新年啊回到家里面跟家人一起团聚，因为他吃素啊，他还把他的锅。 他的波，他的这一个什么碗筷啊、呃？他讲，因为你那一个有吃荤的，我不能，我要吃我的。这个我要脱鞋子了哦，啊、呃，不用，哎，不必。我们能不能去荤食？好像海鲜楼吃，可以不可以啊？可以，没有问题。 我们不要吃众生而已吗？啥都可以吃，不要杀生就好。我们跟佛的交会所以佛为什么不把这一个持数放进戒条？就是怕我们执着，多一条执着，多一条烦恼。我们不要啊！我们是活活泼泼的，所以老和尚讲持戒是活活泼泼的。哎，我们。 到哪里去都好，我们不要动到众生路就好了。哎，不要去吃它，不要有这个意意念想要尝它的那个味道，那就错了。我们不要，哎，所以要记得这一点。哎，所以啊，今天呢、啊，走一大圈回来，这样要不要如数呢？要，我们如数要如的非常欢喜的。 非常方便的，啊，不要很刻意，哎，而我们跟家人在一起啊，大家都是混的，我们一个次数的，嗯，我们都可以配合，我们都可以跟他们一起，不要坐在那边，哼，我什么也不要吃呵呵，不要吃，叫你们不要吃吧，不要听啊，这这个没有问题，哎呦，解决不了你也渡不了他们，啊，我们家人会觉得，你看，你看，你这个学佛学都这样子做，咦。 对不对？啊、呃，我们常常给人家批评的，啊、呃，我们这一些学佛人呐、啊，把佛佛陀的这个脸呐、啊，哎、呦，毁掉了啦，真的毁掉啊！我们要给我们佛陀脸上贴光，不要去沾污他了。人家骂不是骂你，他是骂佛的，哎，所以那现在啊就变成这样子，因为什么执着？ 啊，所以我们学佛，记得跟自己常常提醒，不要执着，我们随遇而安，遇到怎么样的状况，我们都能够接受，我们都能够去配合，都能够去融入，这就是佛陀教导我们的。啊，我们出家了，我们都知道。 哎，我们不能够选择哦。很多居士不懂，还要叫师傅，哎，你要选猫三 king 还是 D 二十四啊？你看，还要我选？不要选。学佛了不能有选择，不能有喜好，喜好就是五蕴，我们就会有烦恼。我们不要有这一些了。 啊，你给我冒山王我也好，你给我第二十四我也开心。跟诸位说，我以前啊还没出家之前，我最最最怕吃矮瓜。什么是矮瓜，知道吗？啊，那个啊，来你们翻译一下哈、哦。哎，那紫色的有没有？啊，茄子啊，矮瓜叫茄子，对。 我真的很怕它的味道，但是出家啦，到这个国清律师那边受戒学习，哎，学到了，我们不能够选择任何一个食物哦，所以我就告诉你，真的佛菩萨安排，我一回到常住啊。 那一个负责给墨学餐食的啊，不懂从哪里听到打到这个消息，听到这个消息，他讲说师傅很喜欢吃茄子哦，你就知道了，餐餐茄子。我第一天呢、啊、看到第一餐的时候，我想不用怕，我就把你吃完。 第二餐又来，第三餐又是哦，你就知道了。所以我就跟自己说了，真的是时候要学习放下了。呃、但是告诉诸位，我现在啊，我很喜欢吃，不用怕了，因为已经是 immune 了，<laughs> 能够接受了它的那个味道都没有问题了。啊、呃，在这几年下来啊，墨、呃、学都没出去嘛。 哎，所以在自己的常住里面啊，大家都非常照顾啊，知道我这个体质啊比较燥热，所以我告诉你，你不要讲哎呀，师傅啊，我给你补一补啊，我马上补就马上流鼻血，呃，不能够啊，甚至于到怎么样的地步呢？大家知道吗？我不能够一分都一粒。 一颗而已哦，一粒而已哦，红皱，红皱。我一吃下去，现在不能讲话了，整个声音失声了。不是失声了、啊，失声，哎，没有声音出来了，发不到声音了。一粒而已哦，就会要我的命了了，啊，我但是大概两天三天，它就会恢复。 哎，快快喝很多凉茶，哎，吃凉的，他就会恢复了，慢慢恢复回来了。所以啊，你看，我还是有这个问题啊，所以啊，打从老和尚原籍嘛，啊，我讲说我出去啦，我遇到哎出去了，遇到这些同修同修邀请啊，现在都出来了，你跟人家推掉又不能。 哎，就就接了接了，但是又很不好意思，啊，曾经好几次啊，就大家觉得哎呀，要给师傅补一补，哎，他就放这个红咒，哎呀，惨、呃，吃了真的是没生三十信念很难发生出来，所以有够力哦，真的太痛苦了，所以啊，接着呢，我就还没到每一站之前呢。 都有先丰富，哎，不能给我红这个枣红枣，哎，这个买嗯，汤哦，哎，不要哦，啊，红枣我不要，不能吃红枣。但是我想一想，这样我又犯戒了。戒律教我们释迦牟尼佛讲，人家给什么我们就要吃什么，好。 哎，每一次每一个每一年，哎，这这两年下来罢了了哈。这两年，我都是三六九十二出出来的，啊，这个是跟理事委员呐、啊、打好哎安排好了的，啊，我们佛堂里面自己的这一些法务，哎，就我可以用三月、六月、九月跟十二月接外面的单，哎，我们出去跟人家接缘。哎。 可以外出，所以我就利用其他的月哈，我就叫他，你们给我买一 kg 红枣，我要吃给他吃，没有，我说、嗯、以毒攻毒，也是没事了，所以我们是自己在那边排斥，我觉得是我们自己的意识里面，我有越怕越惨，哎。 所以我吃了一个一一肉下去啊，真的。开始吃的时候是没有声音，没有声音，不要讲话喽，不用骂人。哇，大家都在静坐，yes，师傅不用骂人了。哎、hey,，一个过后了一滴肉，应该没有吃到一滴肉了，吃几趟而已，好了。啊，现在出来我也尝试一下，我真不带气，啊，没事了。啊，只要适合他，所以我们任何食物告诉大家。 我们不要去排斥它，我们要用我们自己的身心灵去接受任何一件事情发生在我们周遭的，我们要接受他们，哎，融入进来，哎，我们要学着同样的，我们吃的东西，哎，啊，我们遇到的事情。 所以我们遇到的事情，如果你看啊，我们这个人生啊，不如意事常八九啊。如果每一次遇到不顺心、不如意的时候啊，我们就在那边跺脚，我们就在那边啊烦恼、起烦恼、担忧等等的，我们念得到佛吗？我们念不到佛啊，我们要成就都很难呐、啊。 所以我们要接受任何，无论是好事坏事，啊，无论是怎么样的情况，我们都要接受。记得，佛陀教到我们的，要面对。我们学佛不能有逃避。啊，譬如我去哎吩咐下一站哦，我不能吃红枣，哎，这个叫逃避。 我逃避他，啊，我安排，啊，所以我我常常啊，我就跟我的这一些同修啊、李四讲啊，有一天可能哦，我会死在红枣，呃，有一个同修不懂吗？啊、呃，他放五十粒下去煮一一，我以为要来给我补身体呀、啊，哎，啊、呃，我像释迦牟尼佛这样啊，我一喝。 喝下去就七孔流血啊 <laughs>！这个是我想象了，呃，然后我就开始圆寂了，啊，就走了，啊，就给就是这个红枣，啊，害死的。不用，不是的，我们要接受。哎，记得哦，记得，任何事情我们都要去面对它，啊，不要逃避。学佛佛陀没有教我们逃避，我们要去面对。 正面对去对他，哎，所以我们接受他啊，我们去处理他，处理完了之后记得要怎么样啊？要放下，真的要懂得放下他，每样东西都没事。所以啊，常常跟我们同学讲到一句，哎，佛陀讲的，一切事情皆是最好的安排。 发生在我们身边的每一桩事情，无论是好是坏，都是最好的安排。哎，我们都要以感恩的心。所以老和尚写了那一篇感恩的。无论是骂你的、打你的、称赞你的，什么样的好，我们都要感恩，因为都是好事。一切安排皆是最好的安排。记得哦。 啊，不是讲讲罢了哦，要真正知道当中的道理。啊，在阿含里头有一个小故事，哎，就讲到这一个一切安排皆是最好的安排哦。哎，有一个国王，啊，他性情非常这个残忍，非常喜欢打猎。 但是他心服啊，他的这个手下一个臣子啊，是学佛的，啊，有学佛，哎，所以啊，他知道不要杀生，哎，所以他在旁边呢，他这个国王对他也很好，他对国王更好，他就在旁边每一天啊，都在劝导国王，哎，不要去杀害众生。 啊，众生皆有佛性，皆能成佛的。你杀众生就代表你出佛生血嘞，你杀佛嘞。所以，来、哎、跟诸位说，如果我们不吃素哦，我们吃鱼，我们吃鸡，我们天天吃的都是佛啊，我们在吃佛，因为一切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德相。哎，我我们看远一点，就是我们在出佛生血。 哎，所以我们不要造这些业，我们不要造这些业。所以这个臣子啊，每天在那边劝劝劝，哎，这个国王啊，听都听到烦，因为因缘不居足嘛。哎，他的时候觉悟的时候时机还未到，所以啊，他就觉得他很烦，哎，把他捉关进去。 关进大牢里头哦，啊，免得每天在我旁边，好像这一个苍蝇一样乌烟，牛牛牛牛牛，一直在那边一直讲一直讲，啊，他很生气，啊，他就把他关进去，然后关进去啦，哈，自由啦，没有人在那边啊碎碎念，啊，他就招了一大批人，走，是机会了。 我们出去打猎，他要出去打猎了，啊，所以他就还没出发之前啊，特地到牢狱去，啊，去见这个臣子。他问：“哎，我要出去打猎，要不要一起？你要一起，我就放了你；你不要一起，我就给你关在里面。”你看，这个国王是这样的。 啊，所以这个学佛了的陈子昂、啊，他讲啊，国王你要去你自己去，我不去，我不做打猎了，这一桩事，啊，哇，他国王很生气，好，你不去就不去，管你一辈子，就走了，啊，都出去了，国王哇，兴高采烈啊，带着一大堆的这个这个兵啊，哎，随从啊，就出去打猎了，啊，这次出去啊。 这个运不错，啊，就看到了一只白色的老虎，啊，这国王啊，他的那个箭啊是特别的准，哇，他远远的时候哇，一边骑着一边就拉了，哎，所以我讲故事要有画面哦，你们要自己想象哦，啊，这样子你才能够入心，哎，你会永远记住，不是死背文字的。 哎，所以哇，一射，马上中了那只老虎，白老虎，所以这个白老虎啊，在那边躺下来啊，奄奄一息，啊，在那边流着血，哎，所以这个国王很开心，哎，你看，叫我不要出来打猎，你看拿到多好珍贵啊，他看到这个白白毛啊。 他就想到了把它取下来，放在我的这个王位上啊，多威风！啊，这个整个整片，哎，非常大只。当这个国王走进去啊，哎，靠近这一只白老虎的时候啊，这只白老虎告诉你哦，他就是拼了最后一口气，啊，这最后一口气的力量。 向这个国王扑过去，咬断了国王的最后一只手指。呀，咬掉！哇，断了，痛死他了！啊，这个国王痛死了。然后这一只白老虎啊，也就这样、哎、死掉了。哎，所以他就哇，用他最后的这个力量。 这个国王啊受伤啊啊，这个尾指啊被咬掉了，断掉了，啊，回到了王宫，啊，第一时间啊就去见这个臣子。呵呵他在讲：“你啦，啊，我要出去的时候，你不跟我出去。你看我现在受伤，啊，你看现在我变九字手指了，啊，这个臣子就开始讲了。” 啊、呃！又开始讲道理，都叫国王不要去杀生。善上的山多终遇虎啊！你每天这样打猎，你总会受伤的一天啊。所以啊，在讲这个哇，这个鸡不投啊，半分话都嫌多啊！啊，不跟你讲了。 很生气，本来想把他放了的，那个国王就讲：“再关你两年，看你这个气还还有没有这样哇，理直气壮啊！啊，每次跟你讲什么，你都跟我顶。好，再关你多两年，不理你。哎，所以你看，这个国王受伤啊，没有去啊，受伤啦、啊。” 所以啊，这一个国王啊，他就养养伤啦，啊，过了一段时间啊，又开始痒啦，伤口好了就痒了啦，啊，他讲好久没有出去了哦，那个、呃、这个橙子哦，他是他最幸福啊，就是最喜欢的，他有空没空就会去牢狱里面去弄他一些，哎。 而、啊、他一天没有听到这个臣子哦，get 他啊，get 他会要气他啦，他也浑身不舒服，他常常都会去去惹啦，惹他啊，惹了又很生气又走了啊，就是这样了啊。所以这个这个学佛的臣子很不错的啊，所以啊，这个臣子啊就讲啊，国王啊，现在啊你都知道了，打猎你看他下场啊都是不好的，所以我们不要啦，不要去了。 越讲不要，这个国王啊就越想要，因为他现在好了啊，没有问题啊。他讲：“好，最后一次机会给你，不然的话，我终身都会把你关起来，你永远不用出去了。要不要今天陪我出去打猎？啊，你看，要挑战哦。呃，人都是这样啦、啊，因为好胜心嘛，他要征服他。” 告诉大家，越征服不了的，我们人性哦，就越喜欢挑战啊！你越容易得到的，就觉得没有啥，对不对？啊、当你很难，啊、很难的，你越喜欢啊！这个就是,是挑战，嘿、哎、嘿。所以，诶、哎，要不要最后一次机会哦？不然我管你终身哦！诶、哎，终身都在牢狱当中过、哦。 这臣子啊，不经不经过二思考，哎，没有想说，我想想看啊，考虑啊，没有，随口就拒绝了。啊，王上如果想要再去打猎的话，恕臣子无能为力陪伴。啊，臣子不想造恶恶业。 所以啊，这个国王，你这个死性不改啊、呃，又就跑掉了啊、呃，掉了一大班啊，随从，又是喜欢出去打猎啦，又去出去外出外了。怎么知道啊？这一次，这个国王啊，没有遇到动物哦，遇到了人，一般住在森林里头的食人族。 啊，撒开！啊，啦啦啦，那个啊，有没有啊？他们哇，看到一帮人就把国王抓起来了，啊，把整队人都抓起来。他们这一些土族啊，抓到了之后啊，非常非常非常的开心兴奋。为什么？因为从来没有抓过。 这么高尚的猎物啊！国王嘛，国王是怎么样？把血血黄绿绿，对不对？真的是啊，皮肤是又绵密啊，是绵绵的啊，幼的啊，啊，百里通红的啊，所以啊，非常开心。 所以一抓到这个土族食人族的这个部落的时候啊，这个部落有一个这个这个宗教史啊，他就讲：这个猎物我们不能自己享用，我们一定要把它祭给神。我们今天晚上就来做一场祭神仪式，把这一个。 高尚的这一个猎品啊，供给我们最自尊敬的神，啊、哦，就抬上去绑到这一个祭祀台了，啊，帮这个皇上抬上去了，哇，莫公居啊，全身光光，因为、哦、马上再寄寄给神嘛。 啊，要要把它破开啊，全部就献给他的们生命啊，好像祭祖这样啦啊，他现在祭神，哇，把全部这一些啊，他的随从啊，全部都遭殃，全部都啊，你看他那、啊，你杀生啊，啊，这个果报一定存在的，所以啊，这个国王。 抬上去了那个祭祀台，啊，这个宗教师啊啊也在那边念念有词，哎，在池州，在礼拜，在做这个仪式啊。这个刀一挥起来要下手的时候，突然停了。这个宗教师。 是啊，马上喊道：“来人啊，来人啊，快快把他抬下去！我们不能不恭敬我们的神明。为什么？因为这个看起来白、雪雪，黄、绿绿的，但是是不完整者，不完全。” 因为他只有九只手指，少了一只，哎，不能这样对神明不恭敬，因为他不完全，哎，所以把他抬下来了之后啊，他们这些食人族很生气，因为他们没有发现到，最后给这个宗教食才一挥刀的时候才看到，哎，所以就把他丢丢掉了。 所以国王就快点啊，在森林里面啊是全裸、一丝不挂的跑回王宫的。哎，你知道他跑回王宫第一件事情找谁吗？去找他的这个臣子。他跟他讲他的遭遇。哎，这个臣子啊，第一时间跪下来。 顶礼这个国王，你知道他讲什么吗？国王，谢谢你把我关起来，不然我去了，我有十只手指 <laughs>，我也遭殃。所以这个故事啊，跟我们说什么呢？一切安排皆是最好的安排，少掉一丝手指，保住了一条命。 虽然是关在牢里头，但是也把命捡回来了，所以都是好事，没有不好的。所以我们遇到了不好的际遇、不好的环境、不好的这一些啊人事物，告诉大家不要往不好的想。所以我们现在很流行的一句，这一句话也是从佛教流出去的。 我们要永远保持着正能量啊，positive thinking。我们讲的，我们要有正思维，不要讲哦，惨咯惨咯，是咯是咯，每天这样过个是不能，不要有负面，不要 negative 的，不要有 negative 的情绪，负能量不要，我们都要正能量满满的，哎。 我们要很开心，哎，面对每一样事情，我们都是往好的方面去想，哎，不要往坏的，不要一直在那边埋怨了，啊，再叙说过去，啊，都跟你讲了、啊、没有用，于事无补，我们不要再叙旧了，哎，再讲其他的，在在那边诅咒、再骂，不要了。 我们接受，所以你看，关在牢狱里头的这一个臣子啊，他还跪下来感谢皇上，谢谢他关他这么久，啊，才不至于。你看他是随从去的，没有一个回来哦，只有这个不完整者，虽然白絮絮、黄绿绿，哎，但是呢，他还是被放了，被丢了，因为大家都很生气，哎，所以。 遇到老虎，好事 <laughs> 不见一只手指，好事。哎，这之前啊，这臣子就跟皇上讲啦。哎，当他受伤的时候回来啊，你看为什么他这样生气啊？回来没有讲好话，他还讲说要感恩这个狮子，只吃你一根手指啊，里面还有很细的故事啦，没有讲完，因为时间不够啊。哎。 所以，我们就只有提到，哎，最重点就是一切安排皆是最好的安排。我们佛学佛了，念佛人，我们面对任何一件事情都好，都是好事。记得都是好的啊！我们永远保持着这个正能量。不好的、坏的事情也好，也是好事啊，都是给我们成长的。好。 今天时间到了啊，向下文长复以来日。我们明天还有一天，哎、呃，我们还有一天可以跟大家来啊分享。好，感感谢大家啊，我们自荐啊，回向阿弥陀佛。